首先将新鲜的长茄子去掉头部，逐渐切开，掰成大块。三单去皮，用刀呢也给它掰成大块，然后呢给它来上点肉肉，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。起锅放上油，给它入一入锅，然后呢倒出再加入少许的凉油，这样做炒肉的时候呢就不会粘锅。然后呢放入肉片，给它拨拉出肥油，加入葱姜蒜辣椒段八角，给它拨拉出香味。家常菜呢少不了花椒面，咱们少来一点儿。然后呢给它加入生抽蚝油提鲜，接着呢放入三仁蛋和茄子，给它翻炒拨拉均匀，炒的茄子发了凉，给它加入少许的黄豆酱，炒出酱香味，加入咸盐鸡精调味。其实老弟做菜呢不求别的，只需要你呢在屏幕上给老弟拨拉是两下，也就是点两下，辛苦你了，就点一点呗，感谢了。给它炒的茄子发了软，然后加入清水，没过三仁蛋和茄子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上盖，给至小火，炖上个七八分钟。时间到呢，给它撒上葱花。哎呀妈呀，太香了！再给它来上点香菜，这不就好了？老弟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喜欢呢，点点红心，加上关注，感谢了。